Hello， 朋友们，到上海了。然后等会儿我们去完酒店之后，把东西放下，然后先去场地看一眼。明天2点多左右去要调音，然后我们明天早上呢，先要去一趟田园老师的家里，去把他就是跟他对一些内容。然后明天舞台的灯光，包括音响的设备，然后我需要自己去把控一些东西。等会儿见。现在是5点，哎，这个脸怎么花了？现在是5点左右啊，然后咱们来看一看，瓦斯的场地。哦，你没录呢，我说半天话了。咱们来看看，咱们来看，先走一遍流程，先看看场地。对，然后我刚才在楼下电梯的时候。听到了几声的贝斯，然后非常的给力啊，音箱设备非常给力，希望明天不要出什么差错吧。明天下午还会再来检查一遍，自己去调一调。冲高珍珠 Light Bright 明明我的纵容慢慢被放大的冲我透出懵懂你随气温上香烫脸的通红忘了江边路的光线漫步去光的摇晃温度42度感受的窒息感谢爱对你的眷顾永远忘了像临近甘露好像没有人比我跟你般配似乎没有人比我跟你般配我像抚摸摸一样给你安慰不听话恰巴格 Like this 一点点羞耻的独白嘴可能像那花牌也行，但我不行吧，也行。咱们标一会儿，然后给他忘了，然后让我们俩人把那个就是拿下来。OK。还行，老师把那表也搞得多帅，一跳就可以脱了。可以跳水。但是你们能接得住我吗？我觉得非常可以，非常 nice。然后明天加油 ，respect。Tomorrow。好，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瓦斯的场地，然后开始了今天晚上的演出的最后一道准备防线啊。然后这一面墙全是之前在这块场地演出的一些艺人老师们，很多都是我的朋友。你比如说这不是阿达瓦吗？小阿老师。然后我刚才好像看见有廖老师，廖老师在这块吧？哎。哦，这儿呢，这是亮老师。对，然后等会儿我就要上去了啊、哦，然后先去踩一下牌。然后这是今年的工作证，这是第一张 piece 有 A。然后今天呢，除了 I do 品牌赞助的香水，还有 Beats 的。耳机和音响，然后准备晚上的时候再工作。然后大家看这条视频的时候，应该是在演出后。等我到北京的时候，我还在剪视频的这会儿，就是还要过个那么2-3天才能看见。然后这会儿在视频里曝光一下就不算了啊。然后那个耳机可以放，总共有10个香水啊，有男士香水，还有女士香水，感觉还蛮好的。看今天，谁是那个 lucky guy 是吧？要彩排喽！下一首歌呗。OK， 要歌。
人给下手多了，然后都去玩了，可以闪了。对，上面就是一个像底下这样的灯，然后闪白光 ，spotlight。啊，对，就这样。站着讲，然后有没有追波蓝色的，然后追到我那个定点，我会到楼台正中央。啊，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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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知道，不会不会不会，就是预计的光，还能不能就是其他几个灯也一起打，就在复活的时候。演出开始了哦。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你的秀发蓬松缠绕着我，随风摆的月亮挂在星空，牵绊着你诉情中有你味道的风，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yeah、当你穿过我的心了，情话也散了，距离不会让我对你的爱更合，你想好月的傍晚带走我的黑，让我仰望沉醉，想要靠近追随。哦对，我刚才回头看一下，这是我画的。还可以吧？没有那么烂吧？我的青春其实还蛮单纯，相信幸福拒绝雨来的深，已经忘了我在城大二门，没实力的就要淘汰的可能。非常感谢小虎 ，respect， 太帅太紧张了，小黄，小黄现在的唱功，紧张你打死我！小黄现在的唱功加创作，在我从他认识到现在一直在进步，一直在不断的蜕变。对，希望大家期待他之后的作品。我是他带出来的歌手，不够这个意思。对，希望大家好好听小黄唱歌，然后我一直喜欢他，一直喜欢他。好，李哥。真的挺舍不得的，所以我也希望疫情能快快过去，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再多唱几首歌曲。因为我已经太久没有在这种场合下唱过歌，真的没有了，很少，而且是我一个人。今天为什么一个嘉宾的东西？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场地。OK， 我不需要别人，我是自己。Respect。演出结束后，给你们看看哥们儿破防的瞬间。别拍了。哎呦。You know?